我是一个医护组，那后来在美军来轰炸台湾的时候，我母亲跟我哥哥这三个人相依为命。战后还没结束的时候，我母亲又得到那个恶性疟疾，也过世了，所以我六岁就变成孤儿。林新月少年时期的生活坎坷，他很早就体认到生命的无常与现实的残酷。高中时期，林新月受杨启东老师启蒙，1961年考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艺术系后，专注绘画，并广泛阅读涉猎哲学、心理学、历史、社会学等人文艺术科学，对他日后绘画的表现及文化的评论影响很大。林新月早期的创作作品流露浓浓神秘主义与超现实主义的色彩，常用的蓝、绿、白、黄、紫色等深沉的颜色，描绘出一个又一个唯美的超自然梦境。因为既然说在，你要知道有很多限制，这个是不得已。你要到山上去画山，有山径，你要近海的海径。像我们这个老师带我们到基隆港去写生，一个学生被这个警总抓去，为什么？因为那个基隆港那里停了一艘船，那个船是突击大陆用的。戒严时期创作题材多被钳制，艺术家非常受到影响，加上存在主义风潮，青年画家纷纷前进超现实主义的风格。林新月透过作品将梦的世界和潜意识的世界呈现出来，表面上是乡愁的表现，而骨子里却充满沉痛的声音。超现实主义在西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弗洛伊德在1900年写出《梦的解析》这本的书的时候呢，揭示了人除了现实世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梦境的世界。1924年，安德烈·布和东等人领导发展出第一个所谓的叫做超现实主义的第一次宣言。那他们强调反对现实，认为真正的纯粹来自于心灵的梦境，并且呢，也希望借由梦境里面的这种自由的流动，来抵抗各种不同的压力跟这个政治的这种迫害。林新玉老师啊，他是留学西班牙，西班牙有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超现实主义的大师，那就是达利、米罗跟毕卡索。那三位呢，也都根据了弗洛伊德跟安德烈·布和东的这一路的想法，去开始发展出梦境一般的这个画作的创作，不仅是一种梦境的描绘，事实上它真正是在追寻艺术的自由，抵抗任何形式的政治压迫。1973年《冬季的舞台》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作品。这幅画透过白骨、枯枝与废墟等物件结合而成的场景，是一个具有戏剧化效果的舞台，是当时追寻极度内省的心灵关照，以及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也是一个在苦闷时代的心境反应。林新月他开始出发的时候在1960年代，那个时候事实上是台湾社会风气非常封闭的阶段。他开始展开艺术追求，当然精神上没有办法相当开朗的展现出来，所以早期他的画风基本上是非常超现实，
而且呢，因为他找不到精神出口，他所画出来的那个颜色也好，或者整个构图也好，其实说都有一种那种那个死亡的那个意境，常常会浮现出来啊。所以我在看他早期的作品的时候，不仅苍白、冷酷，而且是有死亡的意味。1975年，林心月赴西班牙留学，她感受到那种四季分明、色彩鲜艳的环境，使她整个创作虽然主体仍是斑驳的树干或沧桑的废墟，但色彩却变得明亮起来。林心月在西班牙也目睹到弗朗哥将军法西斯主义过渡到民主政治的激昂民情，与当时台湾政治社会氛围相似，让他开始对故乡台湾有了新的省思。因此他策划将西班牙20世纪名家画作来台展出，促进西班牙与台湾的美术交流。1978年4月，林心月搭乘韩航班机返台办理展览签约事宜，没想到坐飞机回来说，韩航客机闯入俄国领空，然后呢，俄国派拦截机出来，射两颗飞弹，一颗落空，一颗打中翅膀，翅膀断掉了，飞机就摔下来，摔下来这几种几番挣扎就迫降在冰湖，有惊无险。大难不死的传奇经历，驱使历劫归来的林心月回到现实。那时他曾说：“我都不知道现实是怎么一回事，我怎么就先超现实了呢？”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各种民间力量开始涌现，林心月的创作也逐渐转为写实风格。那么这个当时我开始从西方回来，想重新认识这个我养育我的这个土地的这个主人跟人们。那当时国家公园成立，我就去走水溪看，也是爬玉山。哦，当时因为这样的话，逐渐了解台湾原来这么美丽，所以我就开始画。1982年，林心月在国立艺术学院任教，有了稳定生活，并能继续创作，画风逐渐转变为明亮而丰饶的形象，题材多为梦幻田园、仰视穹苍的风景，拉近了与台湾土地的关系。他特别钟情探索台湾高山与溪水的意境，呈现一系列以台湾山川森林、丰饶花果为题材的画作。1986年，林心月创作了《浊水溪》系列作品。1992年，那时候我已经看到他的画风整个改变了，那种改变不仅脱离了那种死亡的意象，而是取而代之的是生机勃勃。那这个转变当然让我吓到了，尤其看到他的浊水溪系列，每一颗石头都是有不同的颜色，它赋予大自然的那一种蓬勃的生命力是用各种颜色表达出来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知道说他已经朝向台湾的一个开放的社会回归。这台湾的溪是非常野的东西，西部这个平原这个地方啊，你看台湾的溪都很难看，但是你如果去看那个山龙爆发那个雨季来临，那个水像万马奔腾一样的冲的话，十几吨的石头都会推得动，附近的房子都会有点有地震。要画这些画，
你都重新要研究这个绘画里面的这个技巧跟它的形式，跟它的用色。林新月带着一种虔诚爱台湾这块土地的心，不断寻找最适合表现台湾土地的绘画技法及色彩营造的技巧，开创了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我今天发现到颜色是一门非常深的学问，深不可测。那是基本功呢，每个人都各有强的不同。这跟气候、跟他的传统哦、跟他的生活的背景、跟历史的渊源都有关系。比如说在地中海这个地方，你看它的阳光很充足，颜色都很亮丽、很耀眼啊。那在北欧那个地方，它就比较内敛，比较会他们会对生命会有一种反省、内省的一个深度啊。那些东西的体验，你可以看出来是不一样。你当然很多颜色是看到的客观的东西，那给你一个感触。然后你在画的时候是希望来加入这个你的主观的一个感受或主观的构思啊，但实际上到最后你来讲，你要能够这个能够一直从内心这感动。此时的林新月已无需再依赖象征、隐喻、暗示、影射来压抑自己的欲望与记忆。他以台湾巍峨的山岳、溪谷、激流，开启了他气势磅礴、史诗风格的油画创作。1998年的作品《归乡》是他这时期的代表作。这幅画的起源是来自于80年代海外异议分子争相返台闯关的历史背景。为了生动描绘鲑鱼群逆游而上的生动姿态，林新月特地来到了加拿大亚当河，观察鲑鱼逆流返乡。迈入生态写实主义风格后，林新月作品主题以台湾风土民情为主，画作常可见丰饶的台湾水果、耸立的神木、溪流巨石以及国宝鱼樱花钩吻鲑等。我回到自己生活的这里面历程里面来寻找灵感，所以我就画木瓜。木瓜是可以说台湾这土生土长的一个很能够提供给台湾养分的一个水果啊，而且它生命很强啊。木瓜呢，这又有一个母性的象征啊。